妈，你干嘛？你翻鞋柜干嘛？阿姨，您随便参观一下，还有一个汤，马上就好。你忙你的啊，你不用管我们，我随便看看啊。傻不傻呀？这叫细节决定品质。你看看鞋柜里面全是男鞋啊，每一双都擦得干干净净的。鞋干干净净，人可就不一定。说什么呢？哟，这还摆着你们俩合影呢。什么我们？这不旁边还有别人吗？哎，小文旁边这个小姑娘叫什么？她挺美的哈，名字也挺美，秦晋之交，楚楚动人，秦楚。他们是相识多年的好朋友。美则美矣，不过啊，小文不喜欢她。哼，你又知道，你哪只眼睛看出来她不喜欢她？你们小姑娘是用眼睛看的，哎，老妈我啊是用心。你看看小文这个肢体动作明显偏向于你。还有最后，他的余光是不是落在你身上了？他不可能喜欢别人的。我们就是邻居兼同事，妈，你别乱解读。呦呦呦呦！汤好了，吃饭吧。哎呀，来喽来喽！哎呦，这么丰盛啊！妈，吃菜啊啊！对，阿姨，您快吃，凉了影响口感。嗯，吃吃吃。小晴啊，受着。阿姨，您说。我看你那书柜上那么多书，你能看得过来吗？右边那一列是家父给我留下的遗书，小时候就看得差不多了。那你们家是啊？算医学世家吧，爷爷是中医，家父改学的西医。我也算继承一波。嗯。啊，对了，阿姨，我给您盛碗汤吧。嗯嗯，麻烦你啊。来，阿姨，您尝尝。好好好。腌笃鲜，我放了今年的心思。嗯，好喝好喝。那您多喝点。好鲜呐、啊。我也帮你盛一碗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少卿啊，你看你这么优秀，家世好，品貌好，还会下厨，一定很多姑娘喜欢你吧？不瞒您说，前几年学业忙，这两年工作忙，没时间谈恋爱。而且，我也还没等到我喜欢的人。哎，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说出来，阿姨帮你参谋参谋啊。我喜欢中长发、双眼皮、瓜子脸，人有时候有点倔脾气那种。哦，是不是那种上面穿黄色卫衣，下面穿牛仔裤的那种？对，就那种。我吃饱了，我吃烧碗。哎，就吃这么点啊？这温少卿到底有什么魔力？我妈第一次见面就刀割相向了。少卿，少卿，叫得也太顺口了。少卿啊，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我们家从容啊？实不相瞒，我喜欢的就是从容。可是阿姨看从容对你，怎么感觉有点意见呢？阿姨。我俩可能有点误会，你们年轻人之间有点小矛盾、小误会，阿姨都理解啊，阿姨不插手的啊。但是有一点呢，阿姨得跟你说清楚，我们家从容啊，人单纯，性子急，啊，认死理，所以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，你可一定要好好对他，千万不能伤了他的心啊。这您放心，我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的。行。有你这句话，阿姨就放心了啊！快去哄哄啊，女孩子家要哄的。